三千拿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黄哥。现在我的位置呢是全国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深圳华强北。今天呢有一位深圳同城的朋友过来要找小黄哥淘一部手机。这位兄弟呢是深圳宝安地区的，来这边呢也比较近一点，比较方便，坐地铁的话大概几十分钟就过来了。之前呢自己也有来过华强北，但只是逛了一下，自己呢不太敢下手。这位兄弟呢也关注我很久了，今天决定来这边淘一部手机，就提前给我发信息。现在呢我们就带着他一起去市场里边去看一看。接下来的视频呢我也没有剪辑，全程无保留的让大家看一下现在市场上面的一个手机行情到底是怎么样的，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捡个漏。多少钱这个？三千。少一点吗？大红色的。就是大红色三千，我卖台黑色三千一。二八八。不行。行不行？不行。我看我刚卖了一台三千一。红色的，不过你们大家都红色了，就不过橙色深一点，就是红色。对呀、啊，就是红色。我本来人家要黑色的呢，看一下行不行？这个就是橙色芯，电池高一点。如果说去其你要其他颜色的话，它这里也没有。其他颜色的话，橙色电池可能没这么高。97的港版双卡双待的。我128 G 才用了一几个 G， 才十来个 G。那你用的少的话，64也够用，毕竟少一点。128的现在都要3637了。行不行？行了就拿，行了就拿这个。行吧，行了。大姐抄一下说。你这财务可以啊。那出不来，你就可以掌管全局了。他说价钱，我来卖。有没有壳什么的，是不是壳啊？他拿 OK。 他这里没有，等一下去一楼买。好。那你给人家转吧，我就不经手了，好吧？这是多少就是多少，非常透明，是吧？其实像这种机器，你们不过来的话，我们一台也就是价格200-300一样的。你来拿，来拿的话，你帮我看一下，是吧？对对对，你来的话，我就是帮你看一下而已。应该没法。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扫到就行了。三千拿下，给他看一下，扫过去了，您看一下，收到了吧？收到了，拿个袋子放一下，走去一楼带你拿个膜。这个标签你回去的话你保留几天，好吧，保留个一个星期，不要把它撕掉这个标签。最终呢，这台手机也给它检测完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还是一台再保的机型啊，再保两个月，可以说是捡了一个小漏啊。这是一部苹果11 64G 的港版双卡双待机型，外观冲新，电池效率高效，目前市场拿货3000左右。